那个有出来吗？721，你有录影吗？你在录影吗？还是没有？是我讲，我在发我，骂我那种。我拍照，你有看到人讲出了我吗？附中的厕所，附中在这边，附中在那边，你看吧，附中在那边。有我出去过，你有听说你该进来过吗？他进来吃了，帮忙送东西的。没有准备过一下这些，四维很多的自己进去吃，这是谁啊？ 我看一下哦。哇！四维很多人啊，正常啊。对啊，三中应该很多。三中应该很多午餐也是。对，我家里最近吃二圣跟午餐。等下会对在二圣挂。要拍到晚上。因为我家骑到二圣只要5分钟左右。 就很完整的5分钟。去擦，不要跑进过来，滑慢一点，不要滑倒哦。我刚看到那个被撞到。这个不当红，太好了，看到你，看到了，有谁录进去了？ 上面也有啊，这太猛了，吓人！他不是拍谁的吗？为什么一拍就点他了？我只是去拍他的。真的，只要 CJ 就好，真的600。好了，那各位南方的朋友们。 这边呢，加开的诊所大家听清楚，因为呢，等一下我们提供的医疗食材，它的长度不足以我们这边包含车头还有铁刀，哦，一共8到8节车厢。因此呢，等一下我们提供的月台呢，请麻烦各位坐在第4车、第5车的朋友们，请往前走；坐在第4车、第5车的朋友往前走；1、2车，坐在1、2车的朋友呢，请往后走；坐在1、2车的朋友，请往后走。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引导各位。哦 ，C200A，C60A。好，那我们安好在这边。重申一次，等一下是坐在4、5车的朋友，请往前走；1、2车的朋友，请往后走。 关上，配合一下，我们调整冷气方向。等一下，我们即将抵达前镇机场的时候呢，请各位把窗户关上。不是要进，但是我们要进基地。等一下呢，在高雄机场里面，因为里面有许多的重大的一个机械，还有一些施工的器具，所以麻烦各位请遵从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注意一下场地的一些安全哦。 在禁止进入的地区呢，请各位不要闯入哦。在禁止进入的地区，请各位不要闯入。还有迈拉伦，对，迈拉伦，开起来，迈拉伦，好好，老车啊，那个人打一台白色的，好哎，你看打回去，灰色的，红色的，然后中间2个水晶的，别走。这是你。哇，打人了！关的哦。这黑脚这上面嘛 ，GL 10没有，就是没有配的，还这样，蛮好，手动。